今天我们就在房车里吃团年饭过除夕，电视我们已经接好了，现在电视也可以看了。今天老妈做的比较丰盛，哦，菜来了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上菜了，这是我们的上菜窗口。哇，太丰盛了。哇，今天的小排也很别致嘛。房车里的团年饭，哎呦，又来了！哇，猪蹄都是我爱吃的。所以你会问哪里的菜最好吃？其实我想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，就是家里的菜，妈妈烧的菜是永远是最好吃的。哇，这要做多少个？咦，这小盘挺好，不然放不下来喽。来了。哇，排骨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回一会儿问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一桌子团。嘿，这个桌子还蛮大的哈。扣一扣，牢一点，不要突然。上次这个没扣牢，趴下来。看看我们的年夜饭是不是很丰盛？我去拿碗。辛苦了，老爸妈。我老妈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你爸爸帮我看。小心，你是不是晃了呀？没有。你还要？是不是要放炮啊？小孩都喜欢喝可乐呢。不喝可乐，不让我们喝呀，我们喝雪碧。拿瓶酒，拿瓶啤酒。哦，好的。我来，我来拿。OK， 好嘞，放鞭炮喽！吃饭呀！啊，去放鞭炮，爷爷爷爷爷爷奶奶新年快乐，干杯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祝梁老师的新年好，开动起来。办哇，爷爷奶奶今天做了多少个菜，你看看比我们家做的还多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数不清，数不清的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，哪有那么蒜酱是个粽子哇，是吧？想吃哪个？这道菜明显是东北的那个年夜饭啊，在南方的东北年夜饭。这个是猪皮冻，这个我们叫什么肠来着？粉肠是吧？嗯。里面放了肉啊、淀粉啊、胡萝卜、木耳啊什么的。嗯，是这味儿。好了。你叫我姨父，叫你姨父又怎么了？哎，干杯！你们两个小红孩小黄孩儿，小红孩小黄孩他们这个条件挺好啊！啊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嗯，来，干杯，干杯了！哇，喝点啤酒舒服啊！
我特意买的黄油豆腐。好。今天谁都不许睡觉啊！嗯，就怕你睡着。